当然也有中间也有中间发了东西出了问题的，就是比如说不是故意的，偶尔有果子坏或者什么的，找到小哥就行了哈。哇，看没有，这边是坏的，我们就丢在边上的哈。陈大人，你的名字挺帅的哈。今天晚上准备做点什么吃了？哇，我觉得好羡慕他们的这种发货。有一天我也天天这样发货，我就想着，哇，哪怕是赚一毛钱两毛钱都挺爽的哈。真的啊，你上次买的还没有吃完吗？要不要再来一点？不多咯。啊，想着你吃我们家的东西就开心哈。那个果汁那边就是19.9的那个已经装箱了，但是果汁就是这样的。然后箱子是那边那种红色的，正在排队装车，存了好多哈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哈，很感谢，特别感谢哈。这就是真的就是原产地了哈，原产地一手，就是我们说嘛，很多很多，包括就是你们买到市场上的哈啪啪干这些，基本上就是从这里分出去，从原产地分出去。而我现在在这里，在我们选择是好果的精品大果，给到大家是33.5五斤。然后想要舌头吗 ？Hello， 舌头可以啊，你要的话还有一部分舌头，你要多少？要多少钱的？我大概给你称好，一根舌头差不多是25.左右，然后如果说中间相差一点点，我就给你优惠了，好不好？那个琪琪，你看可以吗？你要的话去拍，然后我到时候回去给你装好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真的不多，也前几两天也有人要了过，然后也给他发了，但是现在不多了。你要的话可以拿一点，给你抽真空，然后你到时候收到过拿回去。放在冰箱里面一年都可以吃，水，哎呀，你说的我都饿了，说真的我都饿了，等一下我要去找个地方，吃点什么哈。一个人是我觉得最难选的，因为一个人你确实不知道吃什么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晚上好 ，Hello， 你要多少？一根25嘛，我给你挑，反正如果说我给你挑到26、27，还是收你25，可以吗？你要多少？那个我上架个东西，你去拍，然后到时候我给你改个价格，好不好？七七，哎，你们有吃猪油的吗，朋友？真的，现在我在原产地吃跑过来，就是想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货。这两天我会在原产地这边，然后把你们买的橙子全部给你们看着发出去，或者是啪啪干发出去。你要多少？琪琪主要是，我们的这些产品，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就是辣味系列。Hello， 可待追忆。Hello， 你好。我们正在卖。啪啪干大果，我们现在是33，之前是36.5，现在我在原产地把精品大果的价格给大家盘下来哈，就是优惠下来，从原产地直接发哈。你发个小表情，我看不了。琪琪你好，不好意思看不了。
刚才确实看到你发表情了，你给我发消息，抱歉抱歉哈。哦，六个舌头哈，然后我回复不了你。七七，你在直播间没有 ？Hello。你在直播间没有，七七？六个150块钱，然后你在直播间吗？七七七七七七，在直播间的话说一下哈，呼叫七七。Hello， 姹紫嫣红 ，Hello， Hello， 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在一号链接是我们的特惠款，现在明天继续发了，今天已经发了好几千箱哈，然后现在就是在发啪啪盖，啪啪盖是唱这样的，七，啪啪盖哈，就是选的好的给大家发哈，给你们先拨开一个看一下啊，这就是原产地的啪啪盖，真的是。哎，我感觉我也挺用心良苦的，就直接跑原产地，看没有 ？Hello， 王者短笛长夜 ，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三小哥直播间哈，我们正在打包发货哈，有点吵哈，来，我尝一把哈，啊，现在的口感真是太爽了，特别甜。以后这个啪啪盖我就年后再卖，过完年买是最好的，它的口感是全年最好的口感。广味香肠还有 ，Hello 七七，我在这里跟你说，然后你，我看到你那边说的，广味香肠还有哈。开嘛，这就是原产地，真正的就是直接采摘，然后直接果汁放过来，然后马上就发货哈，发货然后称重，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新鲜，最主要是七七，我在这里给你说话，那个你说的都有，你要多少？七七，19.9是那种红色的箱子，一箱一箱的，七七。七七，我觉得七七哈叫的还挺顺的哈，然后不要晚上做梦说七七七七七七，到时候啪一耳光扇过来，你叫谁了？那我就很尴尬啊，是吧？七七，我正在发啪啪盖原产地直发哈。好吃不贵哈，今年的啪啪盖，我这个品质的确实是没有卖贵，大家也可以真的就是到处都去，可以对比一下。齐大人，在不在？Hello 朋友们，下午好 ，Hello， Hello 心里有你。七七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上那个链接没有，如果没有上，你去单独拍一下可以吗？七七，你要多少的？多少？六个舌头的话，150块钱我收你，然后到时候多退少补。然后香肠你要多少？要把不好的刚才敲了扔了哈。这些都是不好的，再扔掉哈，朋友们。我们在原产地直接给大家发水果哈，发啪啪干，然后这个时候的啪啪干是口感是最好的，朋友们。你看，你进不了直播间。稍等一下啊。